哎，严少，哇，你出国回来了啊！哇，你去倒落佚佗啊？我去的所在吼 ，very special 啊！哇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哇，一日干嘛？食饱困，困饱吃，哇，搁真侪树木啊，围在我身边的。你的人啊，无够朋友嘞，安尼爽的场啊，无少嘞。哎，爽是爽啦，特别暗时吼，困我边头一靠。 真大声，害我闺蜜袂困啊！哈，你娶某了啊？安怎从来唔捌看到恁某？我有讲，我有某咩？你头先唔无讲咯，讲困伫你隔壁个，咕咕叫，啊？诶，唔是恁某，是弟弟啊？哎呀，迄是老君厝，老君厝内底，唔是真侪面死咯？了，困伫你隔壁弟弟啊？这老阿哥啦！切，你怎样？嗯，那边怎么去了呢？哎呀！ 人老了时安尼，身体拢歹了了啊！几个月前啊，我甲你腰骨真疼，哦，坐啊疼，徛啊疼，倒咧啊疼，我就决定去开刀咯。哎，你去开刀，不是爱开几千块？你讲，你确定要破一空？行啊，大部分的镭吼 ，Medisure Life 帮我行了，吼，我家己哦，保留现淡薄仔呢。哎，你安怎白个托付你的哈？哎呀！ 哎呀，乜都系free嘅，你以为女喺天上跌落嚟嘅？你讲咩啲书拉咩？想起啊？每个月嘅保费，咪扣我哋嘅 Medisave 咯。哎呦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嘛，就想。哎呀，最上重要嘅就是利国一代 Medisave Life 有5%嘅10%，啊，你75岁以上嘅老人家吼。 10%呢？哈，10%啊，娘！什么娘娘啊？10%，900块安尼做咧？哇，你遐灵高算，头脑清楚，啊，精神看起来阁袂歹，无心白露破病呢。嘿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新加坡的老君厝啊，真正独光啊，环境好，面层阁舒服，马上徛迄个什么啊，圣多山的 resort 啊。哇，安尼你徛啥物卧哈？B2啦，我死哦，八条眠床，八个人差到要死，玩到困。但系B2六个人都系好多。我徛是5个尔咧。啊，无可能啊，B2只有5个眠床诶。哦，我徛是你徛。我讲无，我明明就是看你5个尔嘛。我讲无。哎呀，你大声讲什么？没事。 没事，我问你吼，迄我B2有几张眠床哈？这个问题问了真好，你人爱知影是无？是啊，家己搬入去行就知影了咯。来，等等等等。